这守约打得也太准了吧。这守约太准了，准的有点可怕了。你很帅，不亚级，兄弟们，我现在压力很大。这白的守约跟开了一样，兄弟们，他太准了，他实在太准了，兄弟。我操，他太准了，大哥回，我们回的有他狙的快吗？太准了他。这个国服守约，他奶奶的，是绝壁国服守约，双射手，可能还是个国服阿里。来回个血，哥哥要死了，嘎了！中路守住，中路那个啥守住，不要被打，兄弟。完了，银针要不别转了吧，银针哥，要不你别转线了吧，银针哥。我操，太准了，这个人实在太准了，这个人准到受不了了，兄弟。他奶奶的，没事，兄弟们，问题不大的，守住这把等我后期，不要急，兄弟们，没关系。挡一下子弹，太准了，挡，太准了，回血，四一约。太准了，你的枪也打得太准了，我靠！不要急，我说了不要急，兄弟。大哥，可以玩狙，但不能玩散弹枪吧？大哥，玩散弹枪就不对劲了吧？你开始玩散，你现在玩的是狙击枪，设计师。一个人可以玩狙，但不能玩散弹枪吗？机会。我的，被控死了。四一约，不要急。这一枪躲不掉，这守约他来的太准了，兄弟们。烟雾赛第三的守约。我只能说输给双国服，我并不丢人，我并不觉得丢人，兄弟们。